一村人有卖水电兄弟，可抢不着，住院半天没找着。哎呦我，那还用卖啊？家里水多的是，不用卖。走走，我去家里，我去买点。不不，上家里，上家里。我去买点。别走，啥呀？走。哎呀，你这，不是不不。上家里，不不不，他妈家不行，哥，你给我到那不就开了？现在水，你给我妈来了，到家里出来，不是，弟弟，来姐姐来，快点，里面车子上水。哎呀，坐坐坐，我俺走吧，俺走吧，坐坐坐坐坐，哎不不，弟弟快点上水，给你收点来，不是到家里，你花1块钱，1块钱我就花的，乐我闪闪闪。够够够啊，不够够不够，咱们家里不叫不叫姐妹喝啊，这头人们是真热情，这哥哥等一下啊，哎啊，前面热都中伏了，走吧走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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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